通常情况下，我们在创造一部作品的时候，都会在企划阶段给剧中登场人物初步定下一个较为周密的背景设定，在剧中会活用这些个设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与有趣故事。不过这些初期定下设定，创作者们并会当作金科玉律去死板遵守，因为这会对自己的发挥与作品的广度和深度有所限制。他们会随着故事的编写来增加新的设定，或对于设定进行修改，最后统筹为观众能够接受的一个答案。但是并不是所有修改后的设定都能统筹为一个结论让所有观众都满意的。就比如迪迦奥特曼，这部剧中的英雄迪迦奥特曼绅士在 TV 中保留了最大限度神秘感，将其形象确立为一个在3000万年前守护过超古代人类的光之巨人。但几年过后，剧场版《最终圣战》上映之时，却给迪迦补上一个原先是黑暗巨人，后因为与地球性警备团团长优沙雷相遇而觉醒心中正义，变成光之巨人的设定。以这个设定为首，例如卡米拉是迪迦过去的恋人，黑暗巨人毁灭了超古代文明等等。《最终圣战》这部剧场版中许多内容都与 TV 版存在极大的矛盾，在粉丝之间也是褒贬不一，属于一部毁誉参半电影。不过迪迦真身是黑暗巨人，虽然很多人并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但对于25年过后为迪迦纪念作特意加奥特曼的企划做准备的创作者们来说，这个设定却成了毫无争议的共识。最终圣战中的黑暗巨人元素也被导入作品之中，原版有黑暗迪迦，那特意加之中肯定也要有一个黑暗特意加。而且主创团队啊，从初期就有一个想法，就是继承一下电影的优良传统，准备在拍卡尔米拉和特意加爱恨情仇时再让黑暗特意加登场。同时黑暗特意加登场那两集呢，也已经预定让特意加的强化形态永恒闪耀特意加登场了。在主导演坂本浩一的想法中，黑暗特意加黑特就近似于一种中期 BOSS 的敌人定位。但是呢，这个黑暗特意加在最初的安排中只准备登场两集，因为这是一个象征特意加过去的角色，把黑特射爆了，同时也象征着特意加与自己黑暗的过去诀别，一刀两断。所以在这之后呢，就基本不准备让黑暗特意加登场了。那么要求有了，接下来就要到黑暗特意加的形象设计阶段。特意加这一年比较特殊，虽然主角奥特曼的形象还是交给后藤正行老师负责，但包含黑暗特意加在内的几位黑暗巨人的设计工作却被交给制片人冈本有奖请来的年轻设计师武藤胜马负责。哎，这位老哥真的很年轻啊，他其实是95年的，今年才27岁。要注意的是，他并不是远古公司的设计师啊，请他来属于外包工作。黑暗特意加设计工作很特殊，是在武藤接到三位黑暗巨人设计工作后另外追加一个 order， 因此哪怕在黑暗巨人中啊，黑暗特意加也是最晚被设计出来的一个存在，只不过那时候后藤老师的特意加已经画完了，可以拿来参照。最开始呢，给到他的要求除了我们上面说的这些之外，还规定几点，比如黑暗特意加身体要有一种类似于戴拿中登场的吉尔加诺伊德的那种被侵蚀的感觉，而且要尽可能让观众们看到之后能轻松辨别出是敌人。皮套方面呢，身体部分可以新造，但不会采用奥特曼的那种潜水服料子，而会参照怪兽那种样式去制作，只不过面具方面要省一省，得拿普通特意加的面具来改。简而言之就是啊，远古方希望武藤老师能将黑暗迪迦与吉尔加诺伊德双方感觉融合在一起，创作出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黑暗特意加形象。而武藤老师这边熟知这些个前提后，虽然还不知道故事的具体细节，但已经听说了大致的故事走向，他就在这种主人公暗度的想象投入进了设计工作之中。于是在他的底下就诞生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黑暗特意加的设计稿。遵循远古方的要求，浑身的主要配色采用了黑暗特意加的黑色与银色，披挂在身体各处的银色部件又带有一层被斯菲亚附身后的液态金属质感，有如同脚般坚硬的部分，也有形状难以形容的部分，非常类似于吉尔加诺伊德。在银色金属部件间隙之中，又能看见一些类似于现在特意加的金色的部分，配合暗度时期的风格，武藤老师让这些金色看起来更加暗淡。提到这些个金色的地方啊，也许有朋友会好奇，为什么黑暗特意加左胸这个部位会有个金色区块，是不是在设计语言上有什么其他的含义？答案是你想多了。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吉尔加诺伊德，你拿来对比一下看看嘛。吉尔加诺伊德左胸是不是有一个原来泰拉诺伊德胸甲？其实黑暗特意加左胸模仿的就是这么一个效果，只不过画龙参照的是复合型特意加胸甲。站在这个角度去看黑暗特意加的话，比起黑暗巨人而言，更符合被斯菲亚腐蚀后的形象。所以要是在今年德凯里安排特意加被斯菲亚附身，然后与现在这个黑暗特意加形象复活，是一点都不突兀的。扯远了，言归正传。前面都说那么多吉尔加诺伊德致敬要素，
那武藤老师个人有没有加入一些新颖的要素呢？当然有了，只不过我们要把画面聚焦到黑暗特价双肩，看到肩部向后面延展的又像翅膀又像脚的部分，这个地方对比一下就能发现还原的是吉尔加诺伊德背后的凸起物，但武藤老师在该部分加入了宗教神话中某位天使的元素，给大家三秒钟猜猜是什么。 1 2 3 Rider K， 答案是堕天使路西法。在武藤老师个人的解释中，假定奥特曼是天使的一方的话，那么黑暗特异家那不就是堕入黑暗的堕天使了吗？所以他将吉尔加诺伊德背后的六根凸起物整合成两根，三个一对饰演安置在黑暗特异家双肩。从侧面看过去虽然小了点，但看上去着实有一种恶魔之翼的感觉，这和传说中路西法拥有六根翅膀的特征对应上了。你看，又是黑暗又是路西法，我要是不早点做这期，估计早晚营销号得把黑暗特异家和那谁挂上钩。顺带一提，在迪迦奥特曼播放时有一个用来播报赞助商的画面，这个画面中有很多几何学图形啊、公式、算式之类的东西，这一点也被武藤老师参照作为致敬点加在黑暗特异家身上。所以黑暗特异家不仅仅有复合型特异家的身体线条，还有着来源于迪迦原剧的几何学直线与图形。说完身体，我们再来看到黑暗特异家独特头部，虽说是以改造为前提的面部，但武藤老师依然进行了许多新的挑战。他觉得呢，以往的奥特曼的眼睛都是直接加在一张银色脸盘上的，眼球周围不会有太多装饰，看起来就非常简约。寻求突破的武藤老师给黑暗特异家增添了上眼睑与下眼睑，也就是眼睛上下部位那些个黑色。上眼睑的黑色呢，看上去就像盖住了眼球一般，给黑暗特异家营造出一种仿佛皱着眉头怒目而视的感觉，更强的突出了脸上邪气与凶恶。这种在眼睛周围增添黑色设计也是武藤老师常年以来的惯用笔法，也希望通过这一点能让观众们一眼就能辨认出眼前巨人是黑暗奥特曼。除此之外，黑暗特异家的脸甚至还参照过卡尔米拉，你看卡尔米拉眼角下面是不是有一个个的黑色的点点？哎，其实黑暗特异家也有，不过在眼角上方。顺着这样一个点点，武藤还在黑特眼睛里面渗透两道黑色弧线。说实话，这个在眼睛中加黑色线条都是黑特外形上最戳我的一点啊，同感的可以打个一啊。这样我们的黑暗特异家才被完全的设计了出来。与纯幻色黑暗底加不同，仿佛穿一层盔甲的黑暗特异家要显得更加异类一点。这个造型在当初爆出之时褒贬不一，但随着剧集的播出，黑暗特异家也变成一个拥有一定人气的角色，甚至在前段日子还出了一个可动咋地但造型很还原的 SHF。 那么说到这个 SHF 啊，我们当然要立刻打开百亿补贴拼多多进行一个的购买呀，价格最让人心动的正品平台，特色模型手办与变身器等你拿。拼多多百亿补贴，打开拼多多 APP 搜索82413，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直达活动现场。 Switch 新卡比探索发现游戏卡带，在百亿补贴强力辅助下只需258元就可入手。万代圣衣神话 EX 圣斗士仙女座顺，原价469，在官方补贴后价格低至299元。万代全新假面骑士 Century DX 未来腰带，拼多多一出手325的原价立刻冲到264元，别的平台起码要贵个70-80块，立刻买回家进行一个生的变啊！百亿补贴是拼多多补贴大伙儿入手正版好货的活动，万代正品，这里的价格超美丽，除了假一赔十，更有品质险双重保证。大家最近要入手手机电脑的，就更要看看百亿补贴了。苹果全家桶持续低价 ，iPhone 14最高直降500，还能以旧换新。全新任天堂 Switch 普拉顿限定版游戏机，补贴之后只需要2378元，官方补贴1119元，比某东便宜了100多。除了这些个电子设备，甭管你买衣服、鞋子、家电、数码、零食、玩具，百亿补贴出钱让你抢低价。我用百亿补贴也蛮久了，建议各位买啥东西都不妨去百补比比价格。点击视频左下角链接，搜索82413，赶紧去一探究竟吧。好，重新回到我们的讲解之中。正如我们开头所说，设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故事的推进或者拍摄情况的变化而进行改变。而在特异家的拍摄过程之中，也遇到一个必须对预定做出更改的情况。什么个情况呢？就是玩具的贩卖日期啊要往前推了，这就意味着特异家的强化形态必须在更早阶段就放出来，这个时期甚至比主创团队预想还要早一点。随之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故事还没过半，强化形态就立刻登场了，那么之后的剧情爆点和看头不就变少了吗？这么一来，黑暗特异家在故事的前中期只登上2集就被打爆了，难得还做一个皮套，这也太浪费了吧。在这边主创团队们便做出了另外一个决定，为了不浪费黑暗特异家这个角色，
后半部分啊，就让伊格尼斯来变身，怎么样呢？让伊格尼斯成为剧情后半段的劲敌角色，故事不会变得很有趣。而且你看，伊格尼斯设定上和希特拉姆有血海深仇，但就能力上而言，伊格尼斯只是个会用念力的外星人，没办法和拥有强大力量的黑暗巨人希特拉姆对等战斗。要让他拥有黑暗特异加力量，不就正好帮他报这个仇吗？于是后原本预定只登场两集的黑暗特异加便被改为了常驻角色，变成伊格尼斯手中最强大力量，定位也几乎等同于特异加中的二号奥特曼。这一点也让设计师武藤胜马感到非常高兴。最后光明与黑暗的特异加更是超越宿命轮回，展现出了非常精彩的合作桥段。好，黑暗特异加也终于讲完了，今后呢其他三个巨人也会补全，一个月一期慢慢做。至于黑特那个兽化形态，我们以后有机会讲黑暗神光棒的时候再说。对了，记得白衣补贴拼多多搜索82413，抢购自己喜欢的东西。本期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